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阿门。再把圣经打到约翰一书第三章，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，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。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。从神生的能不能犯罪呢？不能犯罪。为什么不能犯呢？因为他是由神生的，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。从神生这个人，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对不对？从人生的这个人，情欲、私欲存在他里面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从神生的绝对不能犯罪，一点也不能犯。从神生的永远不能堕落。上堂跟我们讲到了亚当为什么能堕落，被造的，他的肉是被造的，他的灵也是被造的，输血气的人是不是啊？是是。能不能堕落呢？能，一定能堕落。那么天上有一个不是输血气的，是也是被造堕落的，没有肉体的，那这个是谁呢？路西法，是不是啊？多没堕落？堕落了。堕落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被造。因为也没有情欲啊，他怎么堕落呢？他也是被造。我们可以看一段经文，看一段经文。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找到吗？约翰福音第八章，这里有私欲，他也没有肉体，怎么出来私欲了呢？魔鬼是私欲的源头，人是接受了魔鬼的私欲，是不是啊？你看第八章，咱们从四十三节往下看。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？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。这私欲是谁的？魔鬼的私欲啊。私欲从哪来的？魔鬼来的。起初人里面有没有私欲？没有。没有。人的伊甸园里头接受了魔鬼的什么？私欲。私欲就怀了胎了，是不是？怀了胎生出什么了？罪。罪要长长了生出什么了？生出死来。所以起初人里面的是没有这种东西的，魔鬼把这东西就灌输到人的里面。所以这里面说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，所以这私欲是谁的？魔鬼的。往下看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。凡是属情欲的，它里面有没有真理啊？没有。没有真理。那么在肉体里面有没有真理的？没有真理。没有真理。活在肉体里面这个人马上没有真理，是，对不对？往下看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，他是说谎，他说谎是出于谁？自己。因他本来就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，是不是啊？他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，对不对？魔鬼里边没有真理，私欲从他来的。我们再看一段经文，再看一段经文，雅各书，新约圣经雅各书，在希伯来后面，雅各书两个源头，是不是啊？
两个源头。我们先看第十五节，第三章十五节，好的吗？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魔鬼的。你注意看，乃是属地的。为什么说是属地的呢？魔鬼也不属地呀。魔鬼被没被打到地上来？被打到地上来。被打到地上来，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属地的，是，对不对？对。魔鬼什么时候被打到地上来的呢？启示录十二章，启示录十二章第三节，我们看，这情欲的源头从哪来的？所以你活在肉体里，你就活在情欲里头。你活在情欲里，那情欲谁给的？人肉体的那情欲谁给的？魔鬼给的。魔鬼把情欲放到人的里面，人要一旦活在肉体里头，坏不坏了？坏了，坏了，天天在情欲里活着，啊，天天怎么想发大财，想方设法的怎么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，全在那里头了，对不对？不想天上的事儿，就在肉体里活着，活在被造的肉体里头。我们注意看第十二节，十二章的第三节，天上又现出异象来，有一条大红龙，七头十脚，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，它的尾巴拖拉着星辰的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，摔在地上。所以为什么说情欲是属地的？这个情欲的源头魔鬼被没被摔到地上来？被摔在地上。现在他天上有没有他的位置了？没有了。往下看，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站在以色列面前，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。吞吃他的孩子就是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这个男孩子就是基督。男孩代表什么呢？承受产业的，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管万国的，括弧里面辖管原本做什么？牧放，是不是啊？有牧放。所以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，被提到神宝座那里，是不是指基督说的？是。耶稣升没升天？升天。提没提到神宝座那里去？提到了。妇人就逃到旷野，就是代表以色列人就要逃到哪去了？旷野。在耶稣基督来的日子，他要逃到旷野去，他要逃到亚萨去。在那个地方要养活多长时间呢？一载、二载、半载，一千二百，是不是六十天？要养活一千二百六十天。我们往下看啊，是妇人逃到旷野，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，使他被养活一千二百六十天。这一千二百六十天正好是三年半的时间，所以他躲避大灾难，躲避龙，上帝把他带到旷野，就是现在的地中海的东岸，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大山，以色列全逃到那个大山里头。一共逃进去多少人呢？十四万四千人，十四万四千人。这些人是肉体逃到旷野中间，十四万四千人预备什么呢？预备将来进入禧年。我昨天讲的这个地方，不知道弟兄姊妹有那记没记住，我说进入第一个禧年就能进入第二个禧年，进入着外邦人的禧年就能进入末后以色列的禧年。假如今天这个禧年你都没进去，将来那个禧年你就进不去了。那个禧年进去了是灵体，这个禧年进去了我还有肉体，但我凭信心进入这个禧年，将来就有资格复活成灵体进入那个禧年，是统治他们的，是统治以色列、管理以色列人的，做王，与基督一同做王。多长时间？一千年。你这个禧年你都没进来，你还想进第二个禧年吗？外邦人，神悦纳外邦人这个禧年你都没进来，将来神要叫以色列在地上光生不死，一共一千年的时间，你能不能进去做王呢？不能，你就绝对不能的。听没听明白？
这个地方讲到他拖拉的尾巴拖拉的多少？三分之一。再说星辰的三，这个星辰不是指星辰说的，是指天使说的，是不是？往往在旧约里头，在以赛亚书说，早晨之四明亮之星，就指魔鬼说的，就指那路西法说的。他是早晨之子，明亮之星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上帝造他全然美丽，是不是啊？嗯。而且造他的，他是被造的天使上是最突出的，所以叫早晨之子，明亮之星。亮不亮？亮。这个拖拉的三分之一天使，就是那个星辰，就指天使说的。再往下看，在天上有征战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。这龙是谁？路西法。这龙好看不好看？龙好看。龙那个形象好看不好看？不好看，是不是？路西法好不好看？好看。但我告诉你，这龙是路西法的化身。听没听明白？这就是那路西法。你看这龙那么恶，长得你说是什么？鳄鱼不是鳄鱼，蛇不是蛇，狮子不是狮子，鹰不是鹰的，鲶鱼不是鲶鱼，那须子是鲶鱼的须的，那嘴是鳄鱼的嘴，那脚是鹿的脚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那爪子是鹰的爪子，那身体是蛇的身体，那尾巴是狮子的尾巴，你看长得不是四不像了，是八不像，是不是？是十不像。你说它是什么？丑不丑啊？丑啊。上帝故意给它贬到那个地方，就给它变成那个样子。神能把它变成那个样子，就故意丑化它。因为你想要，你原来是美丽的，全然美丽的，而且今天你想要升到高天与神同等，上帝就把它贬到这个样子。你记没记住？记住旧约的尼布甲尼撒吗？啊，上帝招尼布甲尼撒王，叫他做巴比伦王，对不对？最后呢，他不顺服上帝，上帝叫他到外面去了，头发像鹰毛一样，指甲像鹰爪子一样，在外边像野兽一样的吃草如牛。神能不能把一个高傲的人变成一个兽啊？能。那么神能不能把一个美丽的天使长变成个丑陋的龙啊？能。丑不丑？丑。那龙是在兽中最丑最丑的。身子蛇身子蛇丑不丑？丑。爪子鹰爪子鹰爪丑不丑？丑。丑丑奇丑无比的。就是你跟上帝抵挡，你是上帝造的，你跟这个造物主俩进行抵挡，是不是啊？上帝可以叫美丽变成什么？丑陋。丑陋的。神可不可以把耶稣基督不美的身体变成美呀？可以。因为耶稣基督是不是被生的？是。耶稣基督肯谦卑下来，从天上是不是降到人间，变小了，是不是啊？神就叫你看一个变小的和一个变大的。路西法是不是想做大的？是。耶稣基督谦卑下来，他所讲的话从来没有标榜自己。是。耶稣说，我凭着自己就不能说什么，表明他在高举谁？高举天父，对不对？父怎样叫我说什么，怎样指示我就怎样做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生下来美不美？美。美吗？不美。怎么美呢？耶稣美不美？不美。生下那个环境好不好？不好。不好。马棚下，在马槽里，是不是？环境不好。是不是啊？生在家境好不好？不好。穷人家，约瑟穷不穷？穷。生下来他的母亲是不是一个正八经的人家？不是。啊，是不是一个已经嫁给人的正八经的一个女人？不是。童贞女就怀孕了，是不是啊？被不被毁谤？被毁谤。被不被藐视？被藐视。生在家境不好，是不是啊？生那城市小不小？小。以色列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微小，是不是生在个小城市啊？没在那个君王府里头生出来，对不对？没在那大城市里耶路撒冷生出来的，
没有通过点大祭司生出来的，而是通过一个小民，无名的小民生出来的，是不是啊？长的地方好不好？不好。拿撒勒，强盗村的意思，对不对？长在强盗村，生出来就被逼迫，就有没有安全感？没有，没有安全感，就是被希律王逼迫，是不是啊？他就逃到埃及，流不流浪啊？流浪，表明他现在是流浪的。耶稣最后，上帝叫不叫他升高？升高，升高，长得丑不丑？丑。耶稣长得是，要到我们中间，我们都藐视他，奇丑无比的，那上面并无加行美容。场景忧患，面容枯槁，你听听，面容是不是很长水灵水灵灵的？不是，是不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小伙呀？不是，不是的，他生下来就瘦弱枯干，面容枯槁嘛，长得样子就是很枯，闷不水灵，不是个帅小伙，是不是？小不小？小，长得小，个矮，身量小。是不是啊？谁都瞧不起他，是不是啊？最后他称我是上帝的儿子，谁能瞧得起他？假如耶稣今天就在我们中间，有几个人能瞧得起他的？啊，神就用对比的方法，路西法是美，耶稣基督是丑，对不对？路西法往上升，耶稣基督往下降，这是不是对比？路西法要做神当神的，耶稣基督要做人，降卑成仁慈了，是不是对比？是。路西法自取荣耀，耶稣基督是说什么？有一位荣耀我的，就是我在天上的父，他要自取荣耀，是不是？路西法自夸，耶稣基督自卑，路西法往上，耶稣基督往下。路西法大，耶稣基督小，变成小孩子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为什么路西法能堕落的原因。一个被造的越往上升他越得降，一个被造的越要做王他就得做别人的仆人，一个被造的长得最美他不顺服上帝最后成最丑的。耶稣最后再来的时候还是不是面容枯槁了？不是，耶稣复活那身体，荣耀的身体，荣耀的身体，对不对？美不美？美，美到什么程度了？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，彼得说，主啊，这地方真好，这地方蓬荜生辉的，我们别走了，我在这里给你搭三座棚，是不是啊？要给搭三座棚，是不是啊？是，给你一座，给摩西一座，给以利亚一座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彼得这样说对是错？错。啊？错。不对，不对在什么地方？他把被造的以利亚和摩西跟造物主的耶稣基督并列，要进行给他们搭三座棚，要敬拜，是不是啊？他敬拜的对象几个了？三个。对是错？错了。这都是彼得说出的血气的话。你看彼得这个人呢，这一跟耶稣这三年，他都说了多少血气话？别人卖你，别人不，是不是、啊、不跟随你，我也有，不能背叛你啊，是不是血气话？是血气话，对不对？他说了很多血气话。还有在保罗为什么责备彼得？彼得所做的事情，看看受割礼的人来了，他装假，是属于神，不是属于神呢、啊？是不是属于神呢、啊？不是，压根就不属于神，对不对？他看着分割里的来，因怕分割里，所以跟福音相不相称呢？不相称，他躲开了，是不是？原来跟外邦人吃饭，最后躲开。你说彼得这一生干多少事？耶稣基督去，就复活了，是不是？他找不着了，他要干什么？我打鱼去，是不是打鱼去了？他有没有带动力？很有带动力的，他一说打鱼，那大伙都说我也去，都跟着去打鱼，下海了，是不是？下海经商了，去打鱼去了，打没打着？没打着。神为什么不让他打着？神要让他打着就坏了。是。神不让他打着，你就记住，你是神的孩子，你实际上是世界，实际去打鱼去，神肯定不让你打着。是。
为什么不让你打着？因为叫你打着就坏了，你的心就跑世界中间去了，就叫你打着，你越打越赔的越欢，你是不是？是不是彼得一夜没打着？是，没打着鱼是不是？是。最后主耶稣基督给他多少鱼？153条鱼，这是主给的，是不是？是。这不是他打的，他说你把船划到深处。那个彼得打鱼是不是专业打鱼啊？是。他们这哥几个打鱼都是专业打鱼，专业打鱼的鱼在哪个地方？是不是？七上八下，那个鱼在什么地方他知不知道？知道。知道鱼所有运行的那个方向他都知道，航道他都知道。一夜没打着鱼，专业打鱼一夜没打着鱼，你能打着吗？你不是专业打鱼能不能打着？你打不着的。当彼得都没打着，奇不奇怪？这在乎谁？在乎神。在乎神，就不让他打着。神说叫他打就打着，神说不让他打就不打。他也是在那个地方打的。耶稣来告诉你，把船划到深处，把网撒在右边，他就撒掉网。这一下子没拉动，是不是啊？那网都要破了，把船都要压沉了。快，约翰、雅各，快来帮忙，是不是啊？最后他真正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了，是神的儿子，对不对？原来他都不认识神，因为里面没有重生的生命。那时候耶稣还没升天呢，圣灵还没降下，里面有没有重生生命啊？没有。没有重生生命，是不是真正的认识耶稣啊？所以他能说血气话，都在哪里说？肉体的。肉体的血说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私欲从哪来的？魔鬼来的。魔鬼把他私欲放到人的里面了，人今天才要怎么样？这个私欲，神企图在天上就查出魔鬼的，查出他的不义来。因为你的不义是什么？就私欲。神从天上就查看，说查出他的不义来，就把他逐出天上的乐园，叫他直线的往下坠落。追没追落？追落了。我们看第7节，第7节是征战，是不是？嗯。说在天上有了征战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，并没有得胜。龙败没败？败了。下面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，有没有他的地方了？没有了。现在龙是属地的，是属天的？属地的。原来是属天的，是属地的？原来是属天的。被逐出了，是不是？被打下来了。龙怎么被打下来的？亚当就怎么被逐出伊甸园的。逐没逐出去？逐出去了。天上那个乐园，那个伊甸，是神并他所拣选儿女待的地方，是被生的待的地方。被造的，除非那服侍甘心乐意服侍的，上帝保守他们，一个也不能承受天上的乐园，他们都得为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。如果他起来了想做王，不管是天上地上都得堕落，对不对？对。往下看，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摔没摔下去？摔下去了。是自己降杯的，是摔下去的？摔下去的。耶稣是自己降杯的，是被摔下来的？降杯的。你看，明不明显？明显。这是一个明显的对比，被摔下来的，羞不羞耻？羞耻。啊？羞耻。有没有荣耀呢？没有，没有荣耀。硬被摔下去的，是不是？耶稣是降卑为人子，甘心的、情愿的、奉父的差遣来到人间，是不是？来到人间，一来到人间就成小孩了，是不是？就这么长个小孩，卧在马槽里头，那个布就是他的记号，是不是？什么记号？是他道成肉身的记号。那个他裹孩子那个布就是他的记号。你要天使去看的，天使去报给那个牧羊的，牧羊去看的，那个什么，你看那孩子裹的布放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。
就什么记号？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记号。天使做不做见证？做见证了。牧羊人做不做见证？做见证。耶稣是亲自卑微成人子的，不是被打下来的。是。路西法是不但自己被打下来，所有的他所带的那三分之一的天使同时就被打下来。你看不看着？一个人堕落会影响一大群。是。亚当堕落，凡在亚当里都堕落了。天使长堕落，凡在天被天使长所领导的都堕落。一个牧师不接受真道，一群人都不接受。这什么缘故呢？假如有个牧师就抵挡完以后不听他讲道，看那教会里头就有一大群人不接受，是不是？有极少极少的才能接受。如果有一个牧师说我接受，刷下这群人都跟着去接受，你信不信？信。所以耶稣基督说瞎眼领路都叫你坑里，一旦有一个领头的要接受了，那么这群人都跟着接受；一旦有一个领头的翻道了，那么这群人跟着同时就堕落了。路西法是不是这样的？是。他是领头的，三分之一的天使被他所，是不是、啊、领头被他管理，他堕落了，三分之一天使跟着堕落。这要显明什么呢？这要显明什么？这要显明什么？被造的很容易随毛畅影。你听没听明白？这个路西法要造反，那些跟随他的人都跟着造反。跟谁俩造反？跟神俩造反。你干不干着？被造的有这个不好的地方，为什么不让你活在被造的？被造的容易随毛畅影。彼得说：“我打鱼去，有没有人跟随？”有，一大群人跟随。是不是？今天有人说，亚撒龙说我要去跟我父亲夺王位，有没有跟随亚撒龙的？有。多少？一大群人跟随他，包括大卫手下那个谋士亚西多夫，跟没跟去？都跟去了。你看，被造的人就容易随王畅影，哪边势力大就跟随哪边，哪边人多就跟随哪边。听没听明白？为什么不让你在被造的肉体里活着？只要你在被造的肉体里活着，你也很容易随风畅影，不辨是非。所以神说众人以为美的是，众人以为美的是，是不是啊？你要怎样？众人都说这件事美，你就要加小起来了。众人都明白救恩吗？众人都有真理吗？这一群天使有没有真理？没有。那么今天天使查不查看救恩呢？不查看吗？天使从来不查看救恩吗？我们可以看一段经文，看查不查看。彼得前书，彼得前书第一章，找得慢。嗯，彼得前书第一章，咱们从第十二节开始看。他们得了启示，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，不是为自己，乃是为你们。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，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。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。天使查不查看？查看。那么路西法知不知道？知道。知道。知道他今天他就要抢王位。他知不知道神要拣选一批人进入到天上承受产业？知道。所以他提前他要抢这个王位。我要升到高天，我要与造物主同等，我要在神的众子之上。是不是啊？他提前就要抢，就反叛，是不是？反叛谁？反叛神。反叛神。那么亚沙龙要反叛谁？啊，要反叛谁？要反叛大卫。亚当要反叛谁？反叛神。反叛神。你看魔鬼一个反叛的，连亚当都受牵连了，
亚当一样，被造的很容易就受牵连，被造的很容易就是随风畅行。为什么今天有的人不明白？你这边讲到牧师说不对的，你不信你看攻击我那个帖子下面，你看那些评论，只要有攻击帖，他也不分辨对错，他在被造里他就说错了，王一浩是错的，这就是被造的。被造有没有分辨？没有。我活在被造的里有没有分辨？没有，没有分辨。我现在讲道，如果是在被造的里讲，我的所讲的道全是血气的道。我现在不在被造的人里讲，我在被生的主的生命中间讲道，靠着圣灵讲道，所以他只是我这些道都是从圣灵来的，不是从血气来的，因此能够准确无误地讲主的真理。如果我在凭血气讲道，我告诉弟兄姊妹，你们就在被造的里活着吧，保证能好。不信你看那些牧师长老讲都在讲这里头，就在讲这个人。我现在就主要把这个人突出出来，这个属灵的人突出出来，听没听明白？突出属灵的人是突出主的真道，这个人是从真道上压根就不会犯罪。我是在突出这件事，这个人和这个人他俩里面装的不一样，这个人里面是圣灵，这个人里面是血气情欲。情欲和谁相争？和圣灵相争。圣灵又跟谁相争？圣灵。这两个是怎么样？你住在哪个里头？我住在圣灵。你住在容易堕落的肉体里，还是住在不容易堕不能绝对不能堕落的圣灵里？我住在绝对不能堕落的圣灵里。对不对呀？听没听明白？讲这件事情，这是绝对的真理。如果今天一个被造的人不住在那个被生的主耶稣基督里，你今天就靠被造的，你早晚有一天会堕落。你不等，早晚有一天不等，你会堕落的。有的人为什么从开始看的像很明白的，但走来走去你就会看着他渐渐他在哪里住啊？他在这里头，走来走去就完了。你没看网络堕落多少，都在那还要主持节目呢，还心灵驿站呢，照样的堕落。为什么？在哪里了？在肉体，一定堕落。他似乎是明白了，照他所说的他还是不明白。真正明白的人，他住在心灵中间，住在主里面，住在那个造物主里面，不住在这个被造的人里面。因为被造的人这个肉体他本身被造就容易堕落，能够滑下去，从这个真道滑下去的人，你告诉我他在哪里住？他一定在肉体里。听没听明白？今天我所讲的可能深了一点，对于刚来的呢肯定很不好理解，但我现在讲的是道，讲的道针对那看不见的人讲，不是针对那看见的，我只是把他俩给抛给掰开了，抛开了，是不是啊？来讲什么呢？这个里头没有真理，这个里头有真理。这个是被造的，这是被生的，这是必死的，这是不死的，这是人的儿子，这是神的儿子，这是是不是啊？暂时的，这是永恒的。这是地上的，这是天上的，这属土的，这是属灵的，这是人的儿子，这是神的儿子，对不 对？我把这抛开了，你看清楚了，这容易堕落，这不容易堕落，你就往哪里住了？我住在心里。你往哪里住？住在你往哪里住，就决定了将来你往哪里去，对不对？就决定了你是否能堕落，对不对？神为什么把圣灵打不到我们心里来？就是叫我住在他里面，对不对？圣灵就是保惠师，保惠师呢就是不但引导你记住一切真理，而且在保护你，保守你，将神的恩惠都源源不断地赐给你，对不对？对。他要把他的从天上来的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在基督里赐给你。阿们。所以今天你住在哪里很关键，你住在哪里很关键，对不对？当然没重生的人他找不着这个人，就住不进去，他必须重生。所以耶稣要求，前面要求你们必须重生，是不是说必须重生？尼哥底母重没重生？
没重生。耶律来见耶稣基督问的话，耶稣就跟他论重生，你必须重生。为什么得重生？人若不重生，你连见都见不到，见不到神的国的人是什么样的。约翰一书，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没重生呢？第四章第三章第六节，见不到神的国的人，谁是见不到神国的人呢？谁是不认识他的人呢？第六节，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，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是未曾看见他呀？是，未曾是压根就不认识他，也没有看见他，是不是？是，不认识他的人进不进神的国？没有。看看这段经文啊，这段经文很关键，凡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。住我哪里住？基督里。为什么从神生的不犯罪？因为从神生这个人住在他，住在圣灵里头，不是我肉体住在他里面。我不住肉体，我住在那里头，对不对？住在圣灵里，还会不会犯罪了？住在他里面，看没看清楚？凡住在他里面，下面就有个结果，必不犯罪。能不能堕落了？不会，不能堕落。能不能灭亡？不至灭亡，反得什么？反住在他里面。你看这句话多，是不是？住在他里面不犯罪，住在他里面不能堕落，住在他里面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好不好？好。住在他里面，上帝就给应许了；不住在他里，没有应许，是不是？是。不住在他里，也有反的应许。什么应许呢？信他的人不被定罪。不信他的人罪已经定了，也给公价。给什么公价？死的公价。罪的公价乃是死。神对犯罪的人有没有公价？有。这公价是什么？死。算你做工了，算你做反面的工。就像什么排场戏的时候，有装正面人物的，有装反面人物的。正面人物的也有主角，反面人物也有主角，有没有？有。那么发工资的时候，给正面人物发，给不给反面人物发？对。那是一场戏，我们现在是不是演一场戏？是。上帝今天给正面人物工价，也给反面人物工价。是。给正面人物的工价是永生，给反面人物的工价是什么？是死啊。合不合理？合理。你觉得合不合理？合理。合理。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我们就如同一场戏，演给世人和天使看的。保罗能够看到这一点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到这一点的。我们现在这主角是谁？基督。我们现在的总导演是谁？天父。是不是？他是总导演，他是编剧者，是总导演。那个主角是耶稣基督，所有跟耶稣基督副总结的，都在基督耶稣基督身上建造的，所有正面的演员都是我们。阿门。阿门。那反面演员就是总头是谁？撒旦魔鬼。那么还有他手下那些差役都是反面人物，是不是？像那假先知啊，假基督啊，假师傅啊，假使徒啊，假长老啊，假牧师啊，他们是不是都是反面人物？是。上帝最后给他工价是什么？死。记没记住？这也算他做工了。抵挡救恩的上帝将来给不给他一个死？给呀。这就是工价，听没听明白？因为他跟谁是一伙的？跟魔鬼是一伙的。他怎么跟他是一伙？他生的不跟他一伙，谁的？是不是撒旦生的？是。魔鬼撒的种子，是不是？麦子谁撒的？魔鬼撒的。麦子是谁撒的？耶稣。是不是？耶稣是撒好种的，魔鬼撒坏种的。同时在这个地里就出现了两种，一种是麦子是好的，对不对？一种是败子是不好的。那么这个天地就是世界，
到世界收尾的时候，上帝要差遣天使把麦子割出来捆成捆，把那麦子不是麦子呢捆成捆干什么呢？烧了。麦子最后呢留着，对不对呀？对。那麦子代表魔鬼恶者之子，把它捆起来扔在硫磺火湖里，叫他在那里哀哭切齿，因为他是谁生的？你以为那些天使堕落了，一共三分之一的天使都干什么去了？圣经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哪都有啊，你看不见是不是？你人用眼睛看不见，有没有？有，多的是，到处都是。那这么多的魔鬼他干什么？他也不睡觉不打盹，天天叫人跌倒，想方设法。你能在真道上跌倒了，对于魔鬼来说高不高兴？就叫你跌倒，想方设法设圈套，想方设法设夹子，想方设法设陷阱，想方设法要扣网罗网里，对不对？你掉进去了这回行了，地狱里多一个，天堂少一个，是不是啊？但我告诉你，魔鬼所做的这一切事情神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是。凡灭亡之子，除了灭亡之子再没有灭亡。阿门。是属他的儿女，神早晚都从他的权下救出来，从魔鬼的权下能救出来，听没听明白？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帮我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阿门。神能不能做到？能，一定能做到的。是的。所以魔鬼用这些网罗和陷阱往来往去，都往属魔鬼的人。你信不信？神就许可这个网。那么有许多的人看的是人形，他是邪灵成人了，是不是邪灵成人的？是。是不是鬼的后裔？是。鬼的后裔谁生的？魔鬼生的。魔鬼生的。魔鬼为什么要，是不是很多的邪灵成人的样子了？你信不信？信。魔鬼很多的人那个邪灵成人的样子了，成人的样子要干什么？是不是搞混乱的？成为人的样子进教会当牧师当长老讲假道，你试试看。魔鬼在世上也有很多的人，在千禧年过后的时候，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，多不多？多。那你告诉我，到底有多少天使堕落了？三分之一。那怎么人数多如海沙呢？这都变人了，都成人了，成人是不是属魔鬼的？是是。他怎么伪装？伪装成人的样子，因为他得这样伪装，因为主耶稣基督道神成为肉身，鬼也要成为人的样子，你信不信？是。成为人的样子目的是什么？混乱主的道，混乱你。他为什么进到教会还竭力抵挡，连看都不看一团？这是神，出于神是出于鬼？对对。如果出于神，他得看一看，对不对？得详细查看圣经，是不是啊？查看完了再做决定，是不是啊？没有听完就发言的，这是愚昧人，对不对？他还没听呢，他就直接告一端。你说这是属神，处于神是处于鬼？鬼一定处于鬼，这个人就是鬼成了人了。我讲这话，你最后你会知道，鬼有没有后裔？有。什么叫后裔？他生的，鬼生的。那鬼怎么能生人呢？能，能啊！我先跟你说，一定能的。第三章，创世纪第三章。唯有后裔啊，第十四节，鬼有没有后裔呢？鬼的后裔怎么成人了呢？
他不是邪灵遍地游行吗？他太多了，这三分之一在天上是少的，在地上的就多了，是不是？遍地游行，多的数不胜数啊！三分之一是在天上，天上大不大？大。在地上，地上小不小？小。比沙子还多，比尘沙，地上的尘沙还多。邪灵有多少？咱们现在都可以说是，如果不上帝的使者在帮助我们，我们是处处受到邪灵的影响，是不是？邪灵不睡觉不打盹，天天来搅扰你，叫你就糊涂混乱，你不让你听明白，是不是？叫你一听到就，这叫什么啊？催眠术，是不是？是这种方法，是吧？为什么会有交尾的？为什么会有行邪术的？为什么会有拜偶像的？都出于撒旦，对不对？对世人告诉你没有神，哪来神？对一批人告诉他没有神，这些人就是没有神，就以为没有神的人死了了，死了了，死就拉倒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么认为的？他对世人这么迷惑，但看那些人天天还心里还想要拜点什么，就告诉佛就是神了，佛就是神了，还有什么？那猫头鹰是神了，那个蛇，那个花鼠狼的，那狐狸，它都是神了，是不是？佛像也是神了，所以他们才能里面想的，最后龙就是神了。中国龙的传人不是突然存在的，是不是魔鬼的诱惑呀？是。你看，有的人他属魔鬼的，他突然心里就冒出一个龙的形象，就把龙就给画下来，是不是？这里边他心里就运行的邪灵，是不是运行的邪灵？是。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说他们心里运行的悖逆之子，心中运行的都是邪灵。是。你信不信？信。悖逆之子不是属神的人，他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就是撒旦的邪灵。你相信不？相信。那么他是谁生的？魔鬼生的。魔鬼生的是谁的后裔？你看，耶和华神对蛇说：“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。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”这段经文是耶和华咒诅蛇的。这蛇就代表着撒旦，是不是？那你们是不是有圣经有很多人把它当成撒旦，是不是？推罗王就代表着路西法堕落，是不是？他用人，蛇本身他不是魔鬼，但用魔鬼来表明蛇的狡猾，蛇代表狡猾的意思，是不是？是。耶和华所造的田野，唯有蛇比一切活物更狡猾。是不是啊？它代表狡猾的意思。蛇走路从来不直着走，没有腿它不能直着走，是不是？它就得靠这样，这样在水里也得靠这样的。咱们人在水里这么游泳，对不对？它在水里怎么游？靠身体那个来回的那个弯曲那个才能游泳。它走路的时候也得这么走，不信你看蛇跑是不是这么跑？代表狡猾， 不走直路的意思，是不是狡猾呀？那么这段经文说什么？耶和华神对蛇说的，是不是对蛇？就是对魔鬼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，就是更狠更厉害的意思，更甚，是不是？他受不受咒诅呢？受。他一生用肚子行走，永远抬不起，用肚子代表抬不起头了，天上永远没有他的位置。那么要站着走呢，他就没有受咒诅，是不是？他用肚子趴着走路，一生他都得趴着走路，是不是？表明能不能抬起头？抬起头，抬不起头。下面说，终身吃土代表什么？吞吃所有属土的，所有属血气的，属他的，他不吞吃属灵的。下面再看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
是不是有后裔啊？有。耶稣是不是与人的后裔？是。蛇的有没有后裔？有。后裔，这后裔怎么来的呢？啊，是不是他撒的种的？是。是不是他撒的？是。怎么撒的？人睡觉的时候他就可以撒。你可能这个人结婚了之后呢，不一定你俩就生下孩子，也可能魔鬼就借着你的肚腹生一个鬼，就这么生。我说生一个鬼你不相信吗？恶人一出母腹就与耶和华为敌的。这恶人是谁生的？恶者，对不对？恶人一出生啊，就以耶和华为敌，就与他疏远，对不对？恶人，这恶人谁生的？所以我叫你，神会叫我所有的弟兄姊妹能看见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先天性就不属神，他就从头到尾都跟神的道就是背着道的，你信不信？因为他生出那天就是谁生的？魔鬼生的。那些邪灵干什么？那邪灵他就用什么怀胎？用私欲怀胎。听没听明白？所以你生的儿子不一定信耶稣，因为你在睡觉的时候，你晚上你在属灵的生命的大堆，你这肉体就随时随地可以受他的控制，就通过你的肉体生私欲怀胎，最后生出一个鬼人。你信不信？耶稣用这句话就告诉你，那是什么呢？说恶者撒进去的。恶者在这世界撒不撒种子？撒。撒呀。他用什么撒呢？从他里出来都是污鬼邪灵，就用邪灵，这个私欲的邪灵就往里撒。生出来也怀孕了，怀孕的生出来一个不是上帝预定拣选的，是魔鬼怀胎的，所以上帝认识谁是他的羊。不是所有在地上的人都是主的羊，但你可以去传福音，是主的羊一定听主的声音，不是主的羊使劲给他传他也不听主的声音。听没听明白？不是主的羊你使劲给他传，你把嘴磨破了他也不听，你知道死那天他都抵挡真理，这抵挡真理的人到死那天他都没信，注定他是灭亡之子。信的人多还是不信的人多？不信的人。属神的人多还是属鬼的人多？属鬼的人多。你可以看一段经文你就知道了。他们也是人，他们人多如海沙，有多少？启示录，启示录第20章第7节，你看有多少人？这一群人哪来的？有人就问过王弟兄啊，上帝不就只留下144000人的以色列民在地上生吗？那时候外邦人都杀尽了，在第19章的末尾都杀尽了，对不对？19章的17节一直到第21节，是不是都杀尽了？是。又从哪出来的哥哥马各呢？从哪出来的？魔鬼撒进种的，是不是？魔鬼可以利用人的肉体随时随地就生出来，一生生多少，遍满了整个地面。魔鬼用多的数来影响少的，属神的儿女少不少？少。预定拣选的儿女少不少？少。他用多的来影响少的。你看咱们这么多人都不信，你还信吗？你看他，你看抵挡救恩的人也用这种方法。你看就王爱浩那就他听他讲道的就那么点人，你看藏着都多呀，用多的影响少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能不能上当受骗就看你是不是预定拣选，对不对？能不能上当受骗？他用多的来影响少的。人多不多？你看多少？多少？前面那些世人都被灭了，君王、臣宰、将军、富户、壮士和一切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在19章第17节一直到21节，全部灭尽了，是，一个都没有了，凡属血气的一个也没有，
就剩下以色列十四万四千人在地上光生不死的一千年。那么又从哪出来的哥哥马哥呢？喂，鬼撒的。因为这边上帝开始生属他的儿女开始重生得救，给他传福音，对不对？他就重生，鬼还不住地在生什么呢？输血气的，生了一大堆的输血气的人，长得跟人的外体都是一样的，看不出来，是不是？一长眼睛他也长眼睛，一长鼻子他也长鼻，一张嘴他保证一点都不错的，但他是注定灭亡的，是注定灭亡的。这件事谁发现了？就在圣经里，是不是？你看第七节，那一千年完了，撒旦必须从千岛里释放。你看撒旦释放出来，一千年完了，撒旦就被释放出来。往下看，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，是不是？把撒旦那个头目给他囚禁起来，那些邪灵在地上还干什么？还做事。下面就是哥哥和马哥，是不是？一切都属于这些事都出于撒旦。哥哥马哥叫他们聚集征战，他们的人数多如什么？多不多？这是属于谁？撒旦魔鬼，多如海沙。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，多不多呀？遍满了全地。你看这群人是谁？魔鬼的后裔，也有人数啊，他人数都数不过来，都像海边那沙那多，整个遍满地面。当千禧年那个时候没有海了，没有海洋了，没有沙漠了，沙漠都变成良田，海洋都变成陆地了，人在地上就是遍满整个地面，没有海洋，哪地方都有人。南极也不动了，北极也没冰了，你信不信？那时候人在地上就是繁殖，属灵的也繁殖，属鬼的也繁殖，这人数多如海沙。哥哥马哥，哥哥马哥是属撒旦的后裔的，哥哥马哥不属神的，所以他聚集跟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。往下看第九节，他们上来遍满全地，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，就用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他们。最后千禧年完事了，上帝是用火把这一遍满地面的这群人全部烧灭，天上的天火把他们烧灭，因为他们都不属神，对不对？全部把他们烧灭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他们说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受咒，是不是？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听没听明白啊？这一伙人哥哥马哥属于撒旦的，是不是？他只能去，撒旦只能去迷惑他们属于他的人，他没办法迷惑属灵的人。从神生的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永远是蒙爱的，永远是圣徒，干净的，是不是？是。那么从鬼来的他就得迷惑他们的，就像什么呢？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，说谁呢？说犹大，犹大就是魔鬼，说你们中间有个是魔鬼。耶稣最后用饼蘸在盘子里头了，是不是？就递给他了，撒旦就充满他，他本身就属魔鬼的，所以撒旦能够充满他。我们本身就是属神的人，属灵的人，所以圣灵能充满我们。阿们。听没听明白？是谁的谁充满？是鬼的鬼充满，是神的圣灵充满。听没听明白？是神的儿女听耶稣的，保证听他的，因为他是主的羊，必听主的声音，是不是？是鬼的儿女保证听谁的话？
保证听鬼的话，肯定跟他走，是不是？神肯定不把他领过来，说你看，这群属鬼的怪可怜的，也叫他们得救吧。有可能不可能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现在有人听凭约瑟的话，凭约瑟啊、哦！我现在先给你敲一个警钟。有许多人说凭约瑟跟王一芳讲的一样，我看你是没有分辨的人。凭约瑟说犹大晚死一会儿就好了，神的救恩也临到他了。犹大晚死一会儿是属鬼的，晚死一会儿早死一会儿都属鬼的。神会不会拣选属鬼的人？不会，不会。神拣选属自己的儿女，是不是？是预定拣选。那么他这样说话，就是说把上帝的预定给抛弃了，是不是？他就是压根没明白上帝的预定。上帝先预知后预定，对不对？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招他们来，是不是先知啊？是，先知道谁是属他的，他绝对不会，神绝对不会拣选不属他的人。是，犹大属是魔鬼，神拣选魔鬼吗？在希伯来书怎么说的？神并不救拔天使啊，他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子孙。阿门。说没说？神并不救拔天使。那么撒旦是不是天使坠落的？是。坠落完了，上帝给没给他机会？没有，不给他机会，就是天使犯了罪，神也没有容忍他们，把他们丢在黑暗的坑中等候审判，是不是啊？是。那这是明说的话，就说明凭约瑟在预定上预知上还没明白。他说没有地狱了，那地狱呢？神不可能那么做，神是慈爱的，不可能设立地狱。他说没有地狱了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不对，这已经错了，是不是？说方言，是不是？凭约瑟教方言，地地道道的领安排。他讲的全在肉体里讲，我今天把肉和灵给你分开。他从来不承认有肉灵，是不是？那么现在有没有被迷惑的呢？灵恩派那套东西，我给张百成弟兄发过去了。我说你看看，凭约瑟讲，当时凭张百成弟兄这纯属撒旦。等有机会你可以看看，凭约瑟方言，凭约瑟就是方言呐、啊，地方的方，方言凭约瑟，你就回搜一下，你看他说的是什么，没有一句是从圣经来的。他讲到从来不像我拿一本圣经这么查，他就在那儿就白话，就拿一个麦克风就在那白话。没有几句是圣经的话，全是讲生活的事儿。但有人还中迷惑，中迷惑这群人到底怎么回事呢？啊，他怎么能中迷惑呢？明真正明白救恩的人能不能中迷惑呀？不能。根基立稳的人能不能中迷惑呢？不能。他是绝对不能中迷惑。那么既然中迷惑了，这群人已经中迷惑了，是不是？他就不分辨了，好的坏的都不分了，是不是啊？真理和非真理不分了。今天我跟弟兄姊妹交通这一段这一系列的经文，就是要叫我们知道，不是一定在那前面讲到的就都出于神。他不讲真道，破坏真道，是背叛真道，是不是啊？叫弟兄姊妹不要听真道，一定不是出于神的。是，一定不是出于神的。有的人到死那天他都背逆真道，说明他起初就属鬼的。犹大跟主走了多长时间？三年。耶稣最后给他个评价，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呀。他没说属魔鬼，他说是魔鬼。你听听这句话，正因为他是魔鬼，所以撒旦入了他的心，正不正常？正常。他的王入了他的心，正不正常？正常。对不对？正因为我们是属神的，圣灵入了我们的心，正不正常？正常。我们是属神的，圣灵入我们的心，对不对？圣灵是释放的灵，是良善的灵，对不对？对，是恩惠的灵，入了我们心，目的是要给我们恩惠，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。阿门。阿门。但撒旦入了人的心，人就算完了，这一生全算完了，对不对？这人一定会受苦的，因为撒旦会捆绑他，会虐待他，是不是？会叫他受罪的，一辈子算完蛋了。有的人愿意叫撒旦迷惑，叫撒旦苦待他，
要被撒在古代，你说好不好受？不好受。那被穷鬼扶着的，天天受不受罪？受罪。死死不了，活活不了，天天拿石头砍自己，受不受罪？受罪。要受罪的。今天有很多人愿意中撒旦的迷惑，是不是啊？听没听清楚？感谢神的恩典，我们一同来并步祷告。亲爱的救主，在天上，阿爸父，感谢。阿门。感谢你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。阿门。感谢你差遣圣灵作为宝贵师进到我们心中，每一天引导我们进入真理。阿门。我们今天能站在这里讲，绝对不是自己的智慧，是的，也不是出于自己，是的，因为我们在讲你所漠视的圣经话语，阿门，你所漠视的话语才是真正的出于神的话，阿门。今天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，阿门。世界废去了，你的话就不能废去，阿门。你的话是与你并存的，是的，真理是与神并存的，阿门。因为神就是真理。圣灵也是真理，你所讲的话也是真理。阿们。今天属真理的人才能讲说天上的真理。阿们。不属真理的人就讲谬妄的话。阿们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阿们。你就是用这些来分辨谁是属神的，谁是属鬼的。阿们。主啊，世界只有两种人。是的。你已经指示我们了，一种是属鬼的，一种是属神的。阿们。属鬼的一定下地狱。属神的一定上天堂。阿们。是谁的儿女谁领家去。是。主，我们今天是属于你自己的儿女。是的。你爱我们，将真道赐给我们。阿们。开启了我们属灵的眼睛。阿们。使我们能够明白上古隐藏不言的奥秘。阿们。感谢赞美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求你继续的施恩给这里的教会。阿们。将这里的教会托在你大能的手中。阿们。每一天保守他们，使他们都住在基督耶稣里。阿们。不住在肉体里。阿们。只有住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才能得蒙主的保守。阿们。因为你的永生是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。阿们。你的荣耀也是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。阿们。你今天必要把你自己的好处按照你的应许赐给属于你自己的儿女。阿们。感谢赞美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求你带领这里的教会，将得救的数目加增给这里的教会。阿们。你的孟大也同在。阿们。保守他，使他在年老的时候也能够听见你的真道，并且施守你的真道。阿们。愿你上天下流倒在他怀里，阿们，按照你的旨意引导他的脚步，阿们，使这一家的人都蒙福，阿们，也肯乐意舍出来接待主你的众儿女。阿们。恳求你按照你的旨意来带领他，阿们，使他一生在你面前蒙福。阿们。与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。阿们。凡能够听信你真道，能够持守你真道的人，主你照着你自己的应许赐福他们，使他们一生都走在主你所给他们指引的这条路上，你所给他们开的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上。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圣灵。阿们。阿们。阿们。感谢主。